魔女的诅咒。小宝贝乖乖的，不哭。有个小宝宝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家里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出现宝宝呢？难道说是秀芝？是你诱拐过来的吗？你这是为什么？一天到晚就知道胡言乱语，我是在帮妈妈的朋友照看小孩了。他怎么还在哭？是不是尿尿了？我刚刚才给他换过尿布啊。那这是肚子饿了吧？啊，原来是这样啊。那我去给他冲奶粉，你们帮我看一下哦。哼，我可不擅长照顾孩子。你还要吃饭吗？我觉得我可以尝试一下。那就拜托你们喽。这种时候呢，就该玩看不见我的游戏，看不见我，叮当。好疼啊！他可能喜欢看人对他做鬼脸呢。可能吧，但是太疼了，我就不玩了。那我来。赛米，那你来扮个鬼脸。我扮鬼脸。这样吗？看你干的好事！好啦，交给我吧。睡着了。睡了，我刚刚冲好奶粉。看孩子真的好累啊。照看小孩，据我观察，似乎是件很累的事情。假如婴儿变多，肯定会引发不幸。这么说，如果能把大人都变成婴儿，就好办了。听起来还不错。那这次作战就交给魔女外星人赫拉吧。是，手下遵命。你的武器很酷炫啊！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！但瞧他竟然变成婴儿了。我要把所有人都变成婴儿，让他们感受一下绝望。谢谢你，秀智，肯帮我照顾他。谢什么呀，下次需要帮忙的话再来找我们好不好，秀智？我短时间之内我都不想再照顾小宝宝了。我也是。有了。怎么会有个宝宝被丢在这里呀？妈妈，妈妈，秀芝，你看衣服，她穿的衣服跟你妈妈穿的一模一样啊。她长得也好像我妈妈。好了，这碗面我开动了。杜林叔叔怎么变成宝宝了？
现在插播一条紧急新闻，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多起大人突变婴儿的事件。肯定是外星人搞的鬼。总部发来指令了。别乱动这个设备啊。哎呀，也不能吃啊。晚上就更不行啦。我们快点行动吧。这次事件的幕后黑手是魔女外星人赫拉，她能把大人全部变成不懂事的婴儿，一旦被她的导弹击中就会变成婴儿，各位千万要当心哦。变成婴儿的话可就出大事了。不用担心，这种小型导弹很容易躲开的。你们立刻行动，彻底击退赫拉。遵命，司令官。迷你特工队 X 变身。无尽的勇气，来拨云间雨日，我们一起朝灿烂的阳光奔去。迷你特工队，最强 X 力量。迷你特工队，维护地球，正义和平，正义和平的守护者。迷你特工队。看来不幸能量应该汇聚了不少呢。我现在已经到达来临室了，成年人都变成了婴儿，放眼望去整座城市一片混乱，可以听到整条街都不让着，这些家伙真烦人，婴儿的哭声。难道这些可怕的事件真的毫无办法解决吗？这下可总算是清静了呢。不行，宝宝们都没事。很好，那我们就一起去教训他们吧。福特、赛米、麦克斯、鲁西、迷你特工队 X。竟然把大人都变成了婴儿，不可原谅！你们这些人真碍事儿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消灭他们！我们也不是好惹的。让你尝尝我的厉害，血能杖 X。 有什么绝招都使出来吧。X 能量盘，岩浆熊。给我变成婴儿吧。麦克斯，糟糕，中招了。看你还怎么跑。活该，谁让你总是碍我们的事。
干得漂亮，麦克斯宝宝，你就是现在 ，X 能量牌，烈焰鹰。暂时先撤退。倒是挺快的。哎，现在麦克斯该怎么办呢？